哎，泰哥 ，Hello， 这么早，那些衣服都穿好了，对、啊，感觉跟之前那不太一样。主办方安排的，那啊、哦，前途骑车，这个比之前那蓝的好看，好看吗？对对，大了点。有什么不一样的吗？这两身衣服都差不多，就是大了点，穿的有点肥。啊、这还带一型号？哦，对哦 ，K50。今天就是 K50，对，今天是 K50。OK OK。好，来，咱们各自上车吧。OK， 好，加油，加油，加油。咱们那个每台车胎都在车顶线，所以大家已经看到了，今天这个小小的比赛呢，会有熊黛林和他先生，然后那边呢是著名的 CTCC 车手朱戴维。那这台蓝色的就是我的车了。一会儿呢，我们就会从这个地方发车，然后要跑好整整好几圈了。怎么样，皮哥？这圈下来，哇！你知道那种电车的感觉，就是
你这个电门踩一下下去，然后车的反应会特别快。啊，你知道我们开油车的时候，你一个油门踩下去，它是先来控制你的喷油，然后呢，发动机再给你动力。等到你开始变速箱去接上这个动力给到车轮的时候，其实这里面已经过了零点几秒了。但是电车它的这种扭矩是直接就上来的，所以呢，这点是特别快的一个地方。然后第二个地方，你知道这车有多重吗？不知道。小牛。兰博基尼的小牛是1.4吨左右，然后大牛是1.5吨，不到1.6吨，但这车2吨重。2吨？因为电池很重嘛。是。所有电动车都重，所以它其实挺重的一台车。所以这种挺重的车呢，其实我一开始还担心的是，这种动重的车在这种赛道里面跑的话，肯定重心转移就特别特别大了，这个你没办法的。然后开起来我就觉得这台车，第一个呢就是刹车特别狠。一脚刹下去的时候，那我用的 Brembo 的刹车，然后这样的下速度，这点是比我想象中好很多的。第二点呢是，这个轮胎还真抓得住地，还真抓得住。它其实用到的这个技术呢，并不是说我们用的比较高科技的这种轮边双电机哈，它其实用的是一个中央电机，然后控制两个车轮，但是它也做了这种扭矩的矢量控制技术，就是比如像我们要过一个左弯的时候，它会把更多的动力分配给右后轮，让你推着这样去走。那这样的一种方式，虽然它不是像那种轮边电机那种去做法，但是这种做法呢，其实让这台车变得非常稳了。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开没开过一些其他的电动车，就那种电子稳定器系统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开下来的时候，你会觉得那种稳定器系统有一点突然介入或者突然不介入的这种感觉。就是按道理来说，应该是电动车会更好调一点，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多的这种国产的，因为电动车国产的多吧，国产电动车开起来是很突兀的那种，一下有一下没的感觉。那这台 T50 身上是调的比较好的，刚才其实熊黛林她老公开车开得真好，看出来。郭先生在我前面开，我在后面。不是我不去超他，是我真的没机会去追他。然后我贴着他屁股走的，然后开得真不错。哦，对，顺便说一下掉电。大概跑宁波赛道，我们从80%的电掉到了67%的电，这是大概开了三圈。不对，还加上最后的一圈和前面的五圈。五圈。五圈的一个情况。但你这种只要 S 档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去看续航里程的时候。我觉得这对车技要求高吗？这么一台车不高啊，真的是普通人也可以把这车开得挺快的。但是你得随时记着，这是一台很重的车，你不能让它真的去太失控了。一旦失控的话，太重了，2吨，你想陆地巡洋舰的。也是，说了这么多，您买不买？我跟你说真的哈，我觉得这台车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车主在里面马上要出来了，然后好像交了100多台。我其实看到他们下一台车，我觉得下一台车我更喜欢。下一台车，方便透露吗？不让说。OK。